在思考退休后该怎么经营自己。如果人一生中让您去选十张照片，你会怎么选择呢？会选择的是你最喜欢的几幅画，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画画，画画也带给我非常多的享受，而且是人生境界的一个提升。所以呢，画画是我一生的志业，我希望能够有恒心有毅力的一直走下去，也期望自己的作品越来越深化，越来越有意境，能够感动自己，同时也感动别人。Thank you.
Thank you.